31位乐天女孩集结备战2023年中华职棒赛季，这回加入的新血，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她，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慧。我现在在韩国当了5年的 cheerleader， 我的魅力是灿烂的微笑和能量。无法到场现身，用影片跟大家打招呼，讲着流利中文，活泼开朗的个性。23岁的李多慧来势汹汹，有网友说这下女神林湘遇上劲敌了。我是觉得不会，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，我就有追踪她，就知道她是那种啦啦队，韩国啦啦队的天花板。那我也蛮期待可以跟她当同事，可以学习她的舞蹈能力。林湘说自己也很欣赏李多慧 ，IG 拥有161万多粉丝追踪的她，相较之下，李多慧只有70多万粉丝，跟林湘差一倍。两人的风格也不同，林湘笑起来有酒窝天使脸孔，却有着魔鬼身材，李多慧则是拥有韩国女孩的可爱气质以及超强舞蹈能力，两人各有优点。就李多慧啊，因为今天才刚看到而已，比较新鲜一点。喜欢林湘多一点。怎么说？因为她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更无害一点。对，我已经找好麻辣锅要带她去吃了。很喜欢吃，然后韩国人好像会蛮喜欢台湾的麻辣锅的。连续3年担任队长的兰兰要帮助新成员融入台湾啦啦队，李多慧即将在4月14号登台应援，可惜林湘当天不在，两大女神未来同框的画面想必会在引起粉丝暴动。三十人新闻上，光是 S 小组台北报道。